你是否有想过你能活多久？你对于生命的看法取决于什么？当你有一天真的站在生命的终局来看待你的人生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拥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如果说你能从一开始就从自己的整个生命长度来衡量自己的人生，你是否会更加谨慎地度过你的一生，更加小心地拾好你的这条命？生命诞生本身便是奇迹，且行且珍惜。Hello， 各位小帆船们，你们好，我是梁帆，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百岁人。人生不再是神话的时代下，年轻人与处世老人们的连接将会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深。因为当人的寿命不断增长的时候，社会中会有更多的老人，而我们年轻人也就有了更多可以和这些老人接触的机会。这些老人可能是你的前辈、你的师长、你的老板。这里的老人不仅仅但是指那些年龄上很高的人，而且也是指我们的前辈，拥有那些拥有比我们更多经验的人。年轻人可以从老人们身上学习他们的智慧和经验，并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年轻人因此也能获得更多的处事的经验，可以少踏许多人生的坑。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壮志踌躇的鲜衣怒马的少年郎，但缺的具有少年感的热血又有老成智慧的年轻人。而这种智慧，老人们常常比我们有更多。许多人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达成了现在的事业成功，商场、战场、修罗场上的腥风血雨都打倒不他们，但却会被自身的疾病所折磨，而最后才感悟到生活中除了自己的事业之外，远远还有其他更多值得自己花时间的事情。比如说陪伴自己的家人，教育自己的孩子，将自己的时间无私的奉献给他人，用自己的金钱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不求回报的去爱别人。多少人是在接近生命尽头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些事情。人之所以生而为人，人有着与人工智能本质的区别，那便是爱人的能力。而多少事业成功的人，最后到了生命的尽头才逐渐的意识到这件事情。当他们想要做出这方面的努力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有了这样的机会。父母可能不再健康，孩子可能误入歧途，妻子可能也不再需要你的陪伴。人生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遗憾，而这种遗憾大多都是自己当时一意孤行之时略掉的。你也许征服了整个世界，但你也许再能体会到作为一个人所拥有最美的美好。二，关于幸福，在百岁老人们看来，普通人的幸福真的很简单。百岁老人告诉你，你想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与家人们一起吃一顿饭，感谢对方能够与自己吃一顿饭，感谢因此带给自己的喜悦，并大方地与对方分享这种喜悦。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无论他们如何期待可怜自己最爱的人一起吃餐饭的愿望，可能都无法实现。当我们能够安心普通地与自己所爱之人共进晚餐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开放，将自己的心情，将自己的心分享，你的所爱之人最终也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心。但关于朋友，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朋友越多越好，这所谓朋友多了好办事，但是在百岁老人看来，朋友并不需要多。人这一辈子如果能有一个真心的朋友，他便足够。我们这一生会遇到许多的人，会与很多的人产生连接，但是绝大多数人最后只能成为你生命中的过客。真正能与你一起走到最后的可能寥寥，倒不是说他们做了对不起你的事，而可能是两个人最后由于种种因素，最后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彼此的生命中。在百岁老人看来，朋友无论是彼此境遇如何变化，即使多年未曾相见，即使多年未曾联络，但依然会把你的事情当作他的事情，对你所忍受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你所取得的成就衷心祝福，对你所担忧的事情牵肠挂肚。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不管遭遇到怎样的人生，你的内心总是感觉是会很有力量。不知不觉中，这样的朋友就构成了你的力量来源。而对于如何交朋友，少一点理性的计算，多一点感性的交流。当你觉得你可能会与这个人成为朋友的时候，请相信你的感觉吧。而在我看来，那些真实的参与过你生命中的进程的人，那些与你共同做过一些事情的人，他们都有可能成为你的朋友。面对老一辈的人，当你正是鲜衣怒马少年时美好少年郎的年纪的时候，也请千万别忘了多与你所尊敬的前辈和老一辈人们沟通。他们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兄长，可能是你的学长，也有可能是六七十岁的，但是依然对这个世界
抱着好奇心，抱着热情的你所尊敬的老者们。当你急速奔驰追逐你的人生梦想的时候，与他们的交流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更深刻的对于生命、对于生命的认识和见解。当你愿意与他们不惜长谈之时，你也不断修炼了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感、对生命的敬畏之心，逐渐明白生命的一种厚重，逐渐拥有了一种对生命的厚重。这种厚重感会让你更加谨慎小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因为一切生命存在即为奇迹，你又怎能如此轻易地草率使用你的这条生命。而你拥有了这种对于生命的厚重感之后，你是否会变得对于时间更加的谨慎，你就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了呢？你就会从内心的想要让自己的时间变得更加的有价值，会更加小心地小心翼翼地使用好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这也就在潜移默化之中让你逐渐拥有对于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因为你珍惜你的这条生命，你知道生命的来之不易，诞生概率，你会格外的珍惜生命的家。在此驱动下，你会更加谨慎小心地度过你的生命，求让自己的生命做出更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五，对于生命的选择。当你真的哪一天站在了生命的尽头来思考，站在生命的终局来思考你的选择，你的每一步是否都显得尤为重要？好多你现在极为看重的东西，在未来的时间的长河中是否会显得轻飘而渺小？对于生命，我们只有一次。在这个时代下，我们罕见的可以与那些经历过整个世纪的老人们长谈，获取他们的智慧。这是不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年轻一代生命的恩赐？正如反正作家所说，你没法要求一个百岁老人写书的时候要有科学性，要有逻辑性和工具性，这些东西在百年岁月面前都显得太单薄太肤浅。百岁老人发自肺腑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酿造出来的原浆，不需要讲道理，乖乖听着就好。一句话触动了心弦，就是我们的福分。六，关于困难，人生不管如何时过境迁，遇到的困难都是短暂的，唯有人与人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情感还会藕断丝连。即使你最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你依然还会活在后人的记忆当中，有那些你爱的人或者是爱你的人还记着你，那就足够了。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反而是另一种文代的开始。八，关于死亡，当人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金钱名利所能给你带来的满足感也就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唯一能够让你感到快乐的就是内心的宁静。多花一点时间在陪伴家人上面，多花一点精力在教导后辈们上面，而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有意义有长远价值的事情，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内心的满足感。生命的存在形式终将变化，但是其所包含的意义内涵却能一直源远流长。在百岁老人面前，你永远不能企图从中获得更好的人生进攻建议，因为生命到了最后一刻一定是祥和而平静的。因为生命活到了这个长度，见过了太多的是非与纷争，最后才达到了这种宁静而安详的状态。也许生命就是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从最初的懵懂无知的闹腾，以及满腔热血曾与这个世界反叛对立，而到最后与这个世界温柔和解。生命的意义太过精彩，精彩到即使是你活了100多年，你也最后会依旧不舍离开这个世界。而当你最后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会依然活在你所谓爱人的记忆当中，用另一种方式存在，或者将自己的意志通过美好的方式传递于后人。生命的情长未曾断绝。本期视频非常向大家推荐这本《活好，我是如何活到105岁的》这本书，是由日本国宝级医师日野原重明所写的，其中有很多对于生命、死亡、家庭、工作等等问题的全面回答。希望这本书可以带给你们更多对于生命的思考，让你们在百岁人生进行的时代下，能更好、不留遗憾地过好自己的一生。
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千万一定不要忘了订阅、关注、加打开小铃铛哦。当然，还不要忘了分享给你的朋友。之后我会有更多有关百岁人生、个人精进等相关内容的影片上线。几天之后，我就会有新的影片上线，记得打开小铃铛。过几天之后，我们就会再见了。好了，过几天之后再见吧。We'll be right back.